因为人们不相信光奥特曼都开始攻击人类了，让我们一起点亮爱心，给奥特战士们都冷静下来。第一位特利迦攻击杰明，你认为他做的对吗？如深秋我相拥，明月天涯故人游，青山小小难解我心中忧愁，再回首故人走，落叶纷飞泪不休，弹奏一曲爱恨弹江湖悠悠。望天涯表牵挂，一念寸步一年华，落叶深处未见故人的脸颊。梦中花，第二位欧布暴走误伤人类。半生有酒流繁华，越过天涯西风落日落风沙，月照入我心头，世间的爱恨情仇，飘过天涯回首，画面他人留，独自笑死守几时收，谁为你停留。第三位赛伦攻击人类飞船，花落花生酒，沉醉在梦中，梦醒爱悄然落空，别离梦中故人不能再相拥，第四位黑暗扎基破坏人类城市。望天涯表牵挂，一年寸步一年华。第五位阿古茹攻击人类。梦中花不见他，半生有酒流盼。第六位迪迦破坏城市。天涯西风落日落风沙，月照入我心头，世间的爱恨情仇，你们大家快看，我这英武的神力简直就是神。第七位梦比优斯攻击人类破坏城市。谁为你停留，落叶随风飘落，花沉醉在梦中，梦醒爱悄然落空，别离梦中故人不能再相拥。第八位初代奥特曼破坏城市。荒凉的孤城，满天上雪飘落在我的心中。奥特曼又出现了，在证据旁边。这个如果奥特曼对你就是在暴力，我们同样战斗。